小朋友，我们要上课咯。今天的主题是家庭形态，我是主讲的老师陈彦如。我们的学习重点有三个：一、认识不同家庭形态的组成成员；二、知道家庭成员变化的原因；三、珍惜我们的家庭。一、家庭的组成。小朋友，想一想，每一个家庭的组成成员都相同吗？每一个家庭的组成成员并不完全相同。有些人的家庭成员只有父母和子女，这样的家庭我们称为小家庭。有些人的家庭成员有父母和子女，还有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，这样的家庭我们称为三代同堂家庭，或是核心家庭。有些人因为父母在外地工作，所以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住，我们称之为祖孙家庭或隔代家庭。有些人的家庭成员还包括了其他的亲人，像是舅舅、姑姑等，我们称之为大家庭。我家只有三个人，我很希望爸爸妈妈能再生一个弟弟，让我有玩伴。我和爸妈、外公外婆一起住，加上哥哥，一共有六个人。因为爸妈在国外工作，所以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。小朋友，每个人的家庭成员都不相同，数数看，你的家庭有几位成员呢？二、家庭成员的变化。小朋友，想一想，家庭成员会不会增加或减少？为什么呢？家庭的组成成员并非固定的，有可能增加，也有可能减少。家庭成员会因为宝宝的出生，使得人数增加，亲人结婚也会使得人数增加。相反的，如果有亲人过世，人数则会减少。双方协议离婚，也会使得家庭人数减少。当家庭的组成发生变化时，心情和生活形态也可能跟着改变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朋友的家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吧。家庭小剧场。我们家总共有四个人，外婆、爸爸、妈妈和我。上个月妈妈生了个小婴儿，所以我们家现在有五个人咯。为了迎接家庭的新成员，我们已经布置好一间婴儿房了。我们家原本有五个人，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我。去年爷爷因为癌症过世了，家里剩下四个人。别难过了，爷爷虽然过世了，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我原本是和姐姐、爸爸妈妈一起住，但是因为去年底爸爸和妈妈离婚，所以我和姐姐就被迫分开了。我和爸爸住，姐姐和妈妈住，其实我真的很想念他们。妈妈说她还是很爱我，想念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聊天。不管我们有没有住在一起，爸爸妈妈永远爱我和姐姐。因为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，所以我平常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。每到放假，爸爸妈妈就会回来看我，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我的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我和其他小朋友住在育幼院。
院长和老师都对我们很好，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样。我长大以后也要像院长和老师一样，当个有爱心的人。小朋友，每一个人的家庭成员都不同，想一想，你的家庭是否有增加或减少成员？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？三，珍视我们的家庭。小朋友，想一想，每一个人的家庭形态都相同吗？当你遇到以下的状况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欢迎各位爸爸妈妈来参加学校日，我是陈老师。你看美丽的爸妈没来，是阿公来参加耶。哈哈，听说是美丽爸爸妈妈不喜欢他，才把他丢给阿公。随意猜测或取笑同学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。如果觉得好奇，可以用礼貌的口气向美丽询问。美丽，为什么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来，而是阿公来参加学校日？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国外工作，所以我搬到台北和阿公阿妈住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随意取笑你。没关系，希望以后我们能当好朋友。每个人的家庭形态都不同，但家人之间的爱都是一样的。小朋友要好好珍惜家人，也要学会尊重他人哦。小朋友，每个人的家庭形态虽然不同，但是家人对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，要好好珍惜哦。